考虑的话，就准备好了。来，我们掌声有请几位。担任公关科长，我们那个那个消防队第二大队，那个班大队长，以及咱码头派出所林所长，以及那个副所长，咱毛岗派出所王所长，咱那个单青红。市议员、高通荣市议员，以及咱迄个，即个迄个贵国部的团队，贵国部方面的团队，以及咱迄个咱高雄市议员的团队，咱高通荣市议员的团队，以及咱迄个。第五会长，以及咱迄个我所尊敬咱码头骨力里的里长，以及咱本里的陈里长，咱码头大天母迄个由常务干事所领导的委干，咱所有咱迄个有功有名的迄个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所领导的委干。咱平安宫的神神大德，以及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您。咱平安宫管理委员会，咱的委员非常的感谢金门，大家提前来甲阮王阿公五湖千岁来祝寿。今天，咱迄个。咱的信众非常的多，如果若招待不周，也请大家多多的海涵。咱今年度，咱迄个平安宫，有来用起迄个公爷的交代，有来用起迄个光明灯以及太岁灯。咱今年用了，迄个算讲大家嘛真踊跃，但是咱甲大家报告，咱的信众。如果伫今年，若有要安太岁灯，还是光明灯，咱伫迄个十二月十六，就是讲每个到明年的正月十五元宵，安较来庙方登记。啊，今天嘛非常的感谢咱迄个洪银师、甲阿良师，甲咱用这么好的平安宴，相信讲咱今仔日来到平安宫。吃了平安宴了后，咱回去一定是平平安安，家庭一定是非常的喜乐。伫遮，阮平安宫管理委员会伫遮，感迄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好的，谢谢，感谢阮同届用心。同届年轻的主委咱请咱的平安宫同款，大家来到这参拜，拢会当平安快乐吼。好，来阿公们，咱可以包括有咱的还有我们的陈秋红议员还有我们等一下还有那个立委，对不对？我们非常在等待当中。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咱的这台庆的这个还有要补充介绍吗？好，是我知道，好的好的好的，我稍待片刻啦。脚扩动作脚步，
这种精神可以。那卡条表示我咱平衡的还可以，代表咱平衡骄傲跟主委员，我们两位副主委跟总干很好。我头给他们一千，我就给几千。林炳坚唱的最少，这真的假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少就管。好，来到底什么歌？继续再来一首。你那次我在看，我们是不是要不那阵袂记得第一关，我了。好，好，你个镜头来讲哦，你来讲，阿明，你这个该真好，我可有你二十岁了，有二十岁了。
啊，感谢感谢咱美丽专业的主持人，一开口就讲到我的心声，我确实是最爱来码头吼，甲厝王议员同款的心情，我拢受到码头的乡亲的支持、栽培、甲疼惜、爱护，甲今仔有会当用同一个身份来到咱平安宫家来遮参拜吼。啊，今仔日姐姐来参加咱平安宫，包括咱观音女女王妃，啊，咱的赵春英赵主委，啊，两位赵主委、赵副主委，甲包括咱的总干事赵一南先生。甲咱姐姐啊，现场共同来恭祝着咱五福千岁，圣诞千秋千千秋，咱姐姐到背景有中有妹，众叔叔老大，所有先生台顶众落下，大家阿曼，大家好。啊，我是郭国文，今仔日来抱着虔诚的心情，特别来此，来到平安宫的庙前，来恭祝咱五福千岁，圣诞千秋千千秋，天文公台。先行大殿观天下以外，特别马来西亚靠下升温，因为神明的保佑甲加持，会当予咱地方四时无灾，五谷丰收，油啊种足济，搁八小卖足好。而且也感谢大家斗虔诚、斗支持，会当予国民啊，在整个初选非常艰难、辛苦选战当中，因为神明的加持，因为在座所有咱只委员。甲咱的现实台底的疼痛甲栽培，国民也够有机会成做咱第九届的立法委员。国民要趁今仔日这个机会，用上届大心意，深深的鞠躬，感谢咱码头乡亲虔诚支持甲栽培，感谢咱大家，感谢，谢谢。鞠躬礼呢是基本的礼貌，啊，毋过逐逐个报告，国民呢是就任了了，我着采一个服务处理者甲秋红甲通用议员共同为地方走动，为地方来这个拍拼吼。特别咱嘛知影讲吼，啊，伫今年初啊形成的这个文坛之乱，啊，变成国门呢，去到这个经济委员会了，就马上要求咱的陈主委南下来处理这个问题，嘛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制度甲机制，就是来收这个大个，因为这个大个收了了呢，咱的计数吼就会放大，因为这个大个收了了，咱中个小个计数会当做一个提升。今年今仔效果，今年效果相当来好。我嘛特别伫经济委员会内底，除了感谢咱的陈主委外，嘛特别要求每年啊，爱大个即个收的制度袂当停止，爱继续延续来照顾咱所有经营外渔农的即个权利，甲价咱的水果即个价格。除此以外，嘛带来报告。前阵啊，我特别开一个吼协调会甲公听会，特别咱如何，和咱的专文章。会当有高铁，会直达车到这个嘉义的太保站，透过这个直达车，直接弄到这个高速公路，经过这个太保站，差不多三十几分钟就到到这个太保站。这嘛长久会当解决咱台北地区交通不足的现状，这嘛当解决咱整个呢，伫过去啊，要去这个太保站不方便的所在吼，那么这时间处理。上紧的速度可能就是后个月，我嘛赶紧啊来要求交通部公路局，甲咱地方的这个交通局做回来公布这个好消息，啊，伫厝先头大家做一个汇报，后续会依个台南市政府的这个通告啊，这个内容为主。啊，这段时间嘛，真感谢咱秋风议员啊，甲通用议员，甲我共同来推动，共同来配合，趁这个机会，而且除了感谢以外，嘛大家报告，各问啊，补选的任期到底？当选无外久尔，佫做甲平平选啊，嘿，啊，又佫要选啊，明年的正月十一号又要登票啊，拜托大家吼，三张票，一张政党票，一张总统票，一张立委票，政党请你支持民进党，和民进党不分区调较侪，国会过半好做代志，总统请你支持蔡英文，立委请你支持郭国文，简单讲着，总统选英文啊，立委选国文啊，两科拢主科啦。两科拢足重要，两科拢好过，安尼好啊，唔好啊？哎，大家话唔讲啊，说话变啊，说话可能啊，家己上班，我来找补习班。啊，今仔真感谢，嘛而且恭祝大家，咱先生大家中落下，分享到咱平安宫五福千岁平安好运了，拢有咱家庭衣冠幸福，事业风度大展，大展风度，今仔参会圆满顺利成功，感谢大家，感谢，谢谢。好，那陈议员，好，来，刚想我流程当中哈，对面讲补天，然后不要把你收不给。好，来，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我是男子汉》，主持人点歌。谢谢湖南的麦，我是男子汉，有人笑，谢谢刚想。
是我的电话。你叫我猜。